今天要吃什么？怎么在吃狮子精？黑豆。我们今天为什么来云手吃饭，你知道吗？不是这个原因，因为这个礼拜是 Father's Day。 那今天云手吃饭开心吗？今天你来云手开心吗？我们今天来元首呢，就是因为今天是母亲节，所以就想说在外还有萌起大小只的两只，然后来吃他们很久没有吃的握寿司。那因为这疫情非常严重，所以我们有请元首帮我们留包厢。杏鲍菇是他的招待的小菜。是吗？完全是。那个杏鲍菇吃起来感觉怎么样？酱子，电煮吗？对，类似的味道。嗯。那沙拉呢？你吃的时候里面有几种植物？番茄、苹果跟水蜜桃三种，还有叶子哪三种？水菜，还有一种好了，那你知道现在要怎么做吗？就是做影片的特权，如果观众知道这是什么菜的话，下方留言告诉我们。西班牙来的，几款吗？你有酒龙茶的嘴吗？有花香了。嗯，无酒精是不是？就是它干贝的一个肉质很弹亮，就是一个什么你知道吗？把海包在海里面的感觉。好烦哦。我觉得它的鲑鱼软就是厉害在师傅他腌。妈妈，你看到这个海胆什么感觉？都开心了是不是？这位妈妈哺乳一年多，离她的海胆非常的遥远。马粪海胆它不同的等级味道都不太一样。你知道乌牛味道最棒，你感觉马粪海胆在海里面，在椰子上转的感觉，然后海浪就是这样子，没有办法。我看你拍实景之后，带给我吃，看他的爬上来。他们这边的干贝的，你给你吃的那个感觉。你会觉得干贝的那种弹牙口感，然后肉很扎实，然后重点是干贝很鲜。那我刚刚吃这麻烦海胆，我觉得麻烦海胆它的这个鲜度跟它的这个饱满度，这个不是一般外面的寿司店就是可以相比较。对，但是吃寿司有时候它在意的几个重点，就是说饭的这个扎实度，然后食材的这个鲜度，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它的比例上这种层次很多。
然后元佐这边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喜欢的盐渍地瓜，因为它的价位算还 OK， 然后吃起来的 CP 值也很高。那当然，我们还有几天也很好吃米粉的口袋饼干，然后之后跟我们都会分享。那我们现在要来请外婆吃来自日本的令和生蚝，他说令和怪物啊，怪物啦。对，你要把它倒在上面吗？为什么？哦，脆脆的。我跟你讲，你不懂的介绍，你要说我们这个生蚝味道多了一个叫做威廉基耶比呀。爸爸来试试看，什么叫做令和怪物？怎么样？它的味道还会比较重，然后。生蚝那个味道其实也蛮重的，但它不是烂，它是很鲜的。所以如果不管吃生蚝，它算太软烂，我就可以试试看元首这边所谓的令和怪物的生蚝。你说这酱吗？对，五味啦。味噌有利他的原因呢，就是第一个，因为我老婆帮我点的味噌，因为第二个，他在食材选择上面不太容易。我跟你们证明，大家知道一般蛤蜊的样子，感觉它温度好像比较不一样。哎呦，它的大小，它有大拇指块一样大。我选它的第二个原因是它真的真材实料，它可以吃下去很鲜甜好的。那第三个原因是。我觉得味噌汤，比如说我放在一种的味，但是它在这个蛤蜊味道跟味噌味道之间起到一个很好的，它不会说味噌味道很重，然后吃不到蛤蜊的鲜味，然后也不会说啊蛤蜊很好吃，结果啊味噌很淡，它是到底有平衡的状态。哦，那知道吃到基础鸡胗还可以。好，然后炒很蒸，你知道里面有很重要的东西是。对，它的这个味道就是真的很恰到好处，而且蒸起来很漂亮，没有气泡。那代表它在过筛的这个过程，然后还有在蒸的过程都非常新鲜。嗯，然后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会做炒蒸。今天的菜好不好吃？还不错啊。好吃吗？你在吃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它叫比目鱼鳍边肉，又叫比目鱼盐侧。就是好吃。觉得比目鱼鳍边肉吃起来感觉怎么样？嗯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正常比目鱼鳍边肉是有点韧性的，可是它就是要在炙烧的时候呢，把它炙烧的熟一点、透一点，太透了就像你讲的散掉，然后如果刚刚好的话，它就是入口即化，可是又不会散。然后那油脂又保持得刚刚好，所以代表这样在拿捏上，我觉得有一定的水准在。
选手甜点呢有两种，第一种是他们有红豆麻吉嘛，然后第二种就是黑糖豆腐。没有，你觉得黑糖豆腐好吃吗？好吃。你在吃什么？我在吃冰河。请问你在干嘛？我觉得黑糖很香，这个豆腐的部分其实也有那种豆腐香味。对啊，我觉得它黑糖豆腐真的是非常的好吃。你来人手第一个一定会从你拿到白带碰出来的东西，白带一定是海带、啊、那第二生蚝，第三最高哦，好，先点这三个，节日够大再点点。以元素来讲，应该有在我心中首先要放弃，就是它离我比较近，然后我比较吃也方便，然后价位也 OK， 食材各方面我觉得都还算新鲜。虽然它是连锁店，真的很不错。今天主要是庆祝两件事，第一件事是龙琴他终于今天出关。出关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前阵子三加四隔离。第二个是因为 Mother's Day， 然后也谢谢 wife 呢，帮我生两个可爱的小孩，然后对家里面进行照顾。希望今天这一餐呢吃会喜欢。那当然了，这个就是我拍影片的公费嘛，是这样。如果各位喜欢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，你们喜欢吃的日式料理有哪几间？也许哪天我可以踩点不一点。别忘记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你觉得今天这样子庆祝母亲节还可以吗？还可以。拜拜。拜拜。爸，跟大家拜。好，拜拜。